好的，各位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推荐一款非常有趣的游戏，就是我们的王牌竞速啦，各位。那从名字呢，大家也知道，这是一款竞速类型的赛车游戏啊。今天就要给各位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藤原路易的威力。那各位，这款游戏呢，它有跟很多这个汽车品牌有这个联名合作，像我身后的这一台呢，就是我们的 Porsche， Porsche。我们的保时捷911 GT2 RS， Oh my god， 各位，人人都有一个跑车的梦想，在游戏里轻松实现，完美呈现啊，哇，这个保时捷超帅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它一样有我们这个捏脸系统，捏了一个跟我差不多的胡子的，有没有？蛮像的吧，这个胡子。那各位，这个游戏呢，开场非常的佛心，直接送各位500连抽。我先给各位展示一下好了，我切一下，切个游客账号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开局是多么的佛心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这款游戏，各位，赛车就是配美女，有没有？哇，有没有看到这开场动画？那个开场动画精美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好像不能播，先跳过。赶快，哎呀，差点出事，新手上路给你们看一下。刚才的氮气已将大招充能完毕，绝招，飞越前方障碍吧。这游戏有大招，各位看好喽，准备好喽。有没有，各位，牛逼啊，整个飞起来了。第一次玩的时候我是真吓到了。这个飞起来了，哇哦，太牛了。那找到了初心者免费10连抽，来了，各位，就这里这边啊，各位看下面有没有这个重置10连，你可以重置5410连抽。然后如果你有抽到你喜欢的呢，你可以按这个结果存档，你可以把你想要的存起来，再继续抽，很佛心啊，各位，你可以刷到你满意的这10连啊。比如说有没有，我抽到一台金色的车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存起来，然后把旧的替换掉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抽，你可以抽到你最喜欢的位置，好不好？那确定之后呢，你就选择你要储存的结果还是目前的结果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交给各位自己去探索啦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再切回来我们原本的 OK。 好，那再来呢，各位，就是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重点啦，那就是我们王牌竞速来了这个 S3 全新的赛季盛夏之恋。那这一次呢，有更新非常多的内容，像其中第一个，我们这个王牌时尚节，你就可以抽我们这个盛夏之恋的专属点装，非常有这个夏日风格。那如果呢，像我现在是男角嘛，你可以直接切成女角，各位，这游戏里面你可以直接切换你想要的性别。那切换了之后呢，你之后获得的奖励就会变女性专属，那这个大家注意一下。好，这个我们切换一下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泳装就是配美女嘛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，整个感觉都不一样了，各位，整个 feel 都不同了。那我外面的人物也就变为女角了，那一样还可以再调整你想要的脸型，好，这边都可以做调整。那再来呢，各位，就是接到今天重头戏中的重头戏，我们 S3 全新的盲盒车圣骑士啊，先给各位看一下，这台车真的超帅。先给各位看一下圣骑士 ，Oh my god， 这真的超帅。你看他的大招 ，Oh my god， 翅膀都长出来了。那他这台车比较特别哦，它可以一一的在你整个赛道过程中，慢慢的去解锁你的技能，有很多的条件可以去解锁。解锁了之后，就像刚看到那样，整个翅膀打开，哇！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挑战抽这个圣骑士啦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它抽东西的话，它除了可以直接把这台车抽出来之外呢，哦，它还可以抽这个碎片。那我们只要集满5个碎片呢，就可以把这台车给换出来了啊。那当然还有这个时装的部分，这边都有。好了，各位，往次抽东西呢，哦，我们都是献祭，但这次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立个 flag， 刚才有这个盛夏之恋嘛，如果这次没把它抽出来呢，好不好？下次直播我直接整套泳装上场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没在跟各位开玩笑，下次就是泳装直播回了，我们直接变得跟这个王牌时尚节的一样，是不是？直接泳装登场。好了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准备来开抽了。幸运盲盒，那我们先抽这个免费券。免费券的话呢，可以透过这些每日任务来获取，所以有些免费白嫖券可以用一下，直接穿泳装没有问题啦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开抽了 ，Let's go。女性泳装那有什么问题 ？Let's go。好，2金、3金，我抽到了吗？哦，抽到2个一天的造型，啊哭啊 ！Let's go。哦，4金。哦，1个碎片了，哎呀，不得了啊，5个碎片就毕业了，各位。
来一斤，刷赛。哦，两斤。哎，又是造型啊，完蛋。哎，前面哦了一下，哎，这边有送，两张，有送两张。OK。哦，两斤，啊，两张盲盒券，完蛋了，各位！哎呀，两个碎片，我刚才碎片是保底的、啊，完蛋了，目前两个碎片，五个金色的，哇，三个碎片了，哎，各位不得了了啦，初闻呐、啊。减二，再来个，哇，又是造型，都是那种一天的造型。两个碎片，对不对？两个金色的啊，妈哦，又要保底碎片的吗？来吧，啊，完了，保底碎片了。我们现在保底两次，但是两次都很前面，还有另外两个碎片都很前面抽到，目前四个了，剩最后一个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调皮啊，哭啊！怎么感觉剩最后一个的时候很容易出事情啊？哦，碎片，哎、欸，就剩最后一个了。哦，四个鬼，四个金的，来，万能零件啊！那这个是保底的了 ，OK 啦，五个碎片。三个保底，我们这几抽到180抽到，还可以啦。我们离这个保底抽到差很远呢、啊。这个游戏有非常佛性的保底机制，不过我运气还算不错啊。我有两次那个碎片都很早就出了，所以三次保底的话是150啦。我等于另外两个只花30次就抽到了，运气还是不错的啦。哇，圣骑士！哇哦，真的好帅哦！很喜欢这种有科技感的风格的车子。抽这个盲盒，除了抽车之外呢，它的那个兑换商城啊，你也可以去兑换这个造型。哎、欸，像哎哎、欸欸，我可以换黑的，来我们换造型，刚好120个碎片，我有150。堕落，使用，哇，哎、欸，整个换了一个样子哎、欸，哇哦 ，Oh my god， 那给各位看一下。这一次我们 S3 还有新增一个功能，就我们的藏车馆。那你只要这个熟练度达到10等，就可以进来了。哇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哇，好帅哦，好爽哦！哇，我最近一直有在看一些什么豪宅开箱啊，哇，他们里面都有那个车库，真的好爽。我、哦、可以开招哎，在里面，真的好帅哦。Oh my god！ 那这一次呢，藏车库里面呢，它还有这个幸运城的部分，可以抽取我们这个藏车馆的造型。这次的造型是泳池造型啊！哦，它还有这个游艇停车位，哇，游艇停车位太帅了吧！好了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新增的藏车馆，大家可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藏车馆，来摆放自己喜欢的摆设。那我们准备来开跑了吧，我们等一下直接去跑那个段位赛了啦，跑排位了，我先熟悉一下这台车。噔噔噔噔，呜，哇，这个镜头、哦、真的好帅哦。 Let's go。 哇，我怎么感觉我光直线跑就赢的、啊、这就是氪金的力量。哎呀，哇哦，感觉 有点快啊，有点快，捏不住车头。哇，放这种 BGM 这么 chill 的吗？哦，各位有没有？我已经解放了，有看到？哇，翅膀长出来了！哇，太帅了吧！几个起。哎、欸，那从哪边杀过来的、啊？让我这几个起，
大招来了，最后实现 ，Let's go！ 哇，哇这个速度，呜呼，呜呜呜，直奔终点 ，OK， 还是没问题的嘛。新纪录有没有？一拿车直接新纪录啊！对了，那各位说一下，这个游戏呢有分三种位置，像我们这一种车呢，有没有右上角这里？像它就是竞速位，那还有这个辅助位、干扰位。像干扰位的车子，它就会有一些干扰技能。说这一次推出的，这次新推出的这个沙滩漫步者，它就是一台干扰车。那它的技能呢？沙尘时50公尺内的敌方车辆无法获得和使用涡轮，还会失去晶片效果。啊，只要经过那台车，它就直接失效。所以这款游戏呢，你也不一定是要去拼速度，你也可以选择干扰位或辅助位来帮助你的队友取得胜利。那么该跑排位了吧？是不是？排位走起。我其实这个紫色越看越好看。哎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没关系，展示一下这台车后追能力。那就前面两个人。等我开到大局的那个瞬间，你们就准备被我贴屁股。哎，等下，在开什么东西？这几圈啊？喂，哦，还两圈还可以，两圈的话，哎呦，我哭啊！又被推去撸墙壁了。哇，那好像不太好追呢。应该快可以开大招了。哎，有机会哦，我追到了，后追真的强哎，来啦，这个速度，哎呀，哇哦，哎，后追无敌，我这后追真的好快哦，哇，三星哎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复杂，我有好多捷径哦，完蛋了，哎，有人不想准备。是不是觉得太难了？感觉要出事了，这真的没跑过了。哇，还这种 BGM！ 哦，这什么车？发光。好 ，Let's go！ 我们就给前面的当领跑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着他，说不定他哎。说不定他知道捷径。哎哎哎，后面的冷静冷静。哇，有点快有点快，完了我变第一名了，咋办咋办？哪里有捷径？快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完了，变我领跑了。不过这个大直线，哦，有个捷径哎。哎。这样算哎，阿哭啊！哎，好多捷径，哇塞！好像又有个捷径哎，完蛋，他也不知道怎么走。啊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走哎。啊，甩过头了。借我过一下，谢谢。啊，让我过啊！洗吧，加速，开大招，哇，喷！好险，好险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需要看来大家都不太知道怎么走嘛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穿，还有开到大招，哇！开大招只要在眼前一定追得到、欸、好了各位，那今天这款王牌竞速就到这边先结束了，各位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欢迎点击这个连结来去做下载。那现在有这一台超酷炫的圣骑士，非常的强，真的跑起来非常爽，无论是速度还是帅气程度，我觉得都满分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玩这款游戏。